一起进入到谈钱不伤感情。赵英，自强你好啊，我们是国内新锐的一个美容仪的品牌，我想提供一个岗位给你，就是新媒体的主播啊，加一部分的运营。工作地点呢，你来选择，有两个啊，一个是杭州，就是一个电波，底薪5K，然后加上一部分这个电波的收入提成，因为我们总部在深圳啊。然后如果你在深圳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大的学习的空间跟那个舞台给你。那么我在深圳提供给你的是7000加3000的绩效的这么一个收入，我觉得足够满足你现阶段在深圳的个人或者说初步组建家庭的这么一个开支了。谢谢，希望你能加入。谢谢。你可以问他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谢老师，如果说我重新踏入一个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我是一个白纸，最关心的就是你能给我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主播，就是说能对得起你这个价位的，我感觉就算可以了。好，那个小伙子想挺远哈。对对对，挺好，我觉得挺好。哎，我觉得就是第一，有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知，说我是一张白纸。其实我喜欢的就是这一点啊，你是一个非常有才艺的啊一张白纸。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说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那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就是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他们会给你打造一个非常适合你的一个发展的平台，你在这里边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充分展示你的这个才能和你做演员的这个天赋。好，谢谢。需要跟王悦商量一下吗？商量一下也可以，也行。来，有请王悦。商量一下，俩人合计合计。好，翟自强先生，你的选择是选择小燕老师。稍等啊，再问一下，选择哪个岗位呢？挑战一下深圳的吧。好，祝贺翟自强，也恭喜小燕。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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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句哈，王悦是做什么的？我目前是做美甲美睫的。哎呀，巧了吗？肖音这边米谷智能还真就是美容仪器设备的这个，那你们俩一起来吧。台下可以再聊王悦的事儿哈。感谢肖音对于我们求职者翟自强全场从头到尾的支持。最后我想跟王悦说一句，可能啊他过往的技能单薄了一些，但他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不为了别人，其实就是为了你，给他时间让他好好学习不断成长，你也争口气，希望你在肖音那里能够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能够为企业创造巨大价值的优秀主播。好的，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Swear I won't forget this. Why do I regret this? In my mind, reckless thoughts are feeling endless. Sitting up, I'm breathless. 非你莫属，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2010@126.com。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招募人才的话，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和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